罗西亚的首都莫斯科30号早被三台无人机攻击，造成两栋大楼受损，也佫一名保全人员受伤。罗西亚政府表示，讲即挂无人机拢是对乌克兰来的，这是恐怖主义的行为。也那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呢，有一个祖国之标纪念碑，伊也拍算要改改名，改做乌克兰母亲，当初是去苏联化加转型政治的一部分。工作人员提纪念碑顶冠向前苏联的推亚加念刀，乌克兰首都基辅一个有名地标、祖国之标，来进行部分拆除的作业。目标是将盾牌顶冠的苏联国徽刷掉，改做乌克兰国徽的金色三叉戟，而且还打算将改名做乌克兰母亲。Мои линии памяти бежать покоління українців, які мріяли про такий момент, момент, коли не буде чужих символів на нашій землі. Це大型的雕像在1981年5月7号落成，是基辅有名的地标之一。在第聂伯河边啊，驾兵是属于战争博物馆的一部分。乌克兰政府为2016年开始计划删掉雕像盾牌顶冠的苏联国徽，因为资金甲各国安全的因素，迟迟无实际进度。重新刻名部分是希望在8月1日乌克兰独立日进前得到文化部的批准。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商业金融区的大楼外壁受损，因为有三架无人机在30号早发动突袭，造成两栋大楼外壁小块受损，也有一个保全人员受伤。俄罗斯东郊指控三架无人机参加这一次攻击，其中一架在郊区被摧毁，两架被电子系统压制，偏离轨道落在非主题区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，俄国抵抗入侵的实力慢慢增强，战争已经到达了东西加俄罗斯领土。Але маємо бути свідомі того, що як і минулого року, так і цієї зими російські терористи ще можуть бити по нашій енергетиці, по критичних об'єктах. Сьогодні ми обговорили із громадами поточний стан підготовки усіх можливих сценаріїв. 最近是乌克兰七月以来第四摆对莫斯科发动这种的攻击，也是一礼拜第三摆。和莫斯科周边四个机场，其中一个被迫暂时关起来。公司新闻陈慧琴编译。